秦风，我这两天怎么老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？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司藤乃异界外星异族之产物，异变于西南，性狠辣。冯迪从无败绩，同类切齿，悬案三遍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主人。司藤到底可怕在哪儿呢？就可怕在他的那颗心啊！想要活命，就只能听话。非我族类。七心比七十余年了，他真的回来了。回去找找你的师父，告诉他们我叫司藤。我既造了你，我就能杀了你。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来镇压你的。镇压我？我只为一件事。我在梦里见过你。我为宿主独行，你为寄生品，我既已复生，你也必尚存留这世界。